哎，好吃的呀！哇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好香哦！我赶快往终点站。来来来，走走走！哎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吃到了，噔噔。哎，走走走。哪里？终点，终点。最后一个。嗯。奶油杯。要回他们都回去。我觉得很有可能。要不要那么猛嘛？要不要大闹百货公司？宪哥好吵！这是 No No No， 好吵！哪里？这里吗？哎，啊，这个这个奶油贝果，哎，好，一个，一个就好了。到那边去做吗？嗯，情人雅座。我从南港那边跟你跟到这里嘞，有一个他的粉丝从南港那边跟到这里，这也是天母，好厉害，而且他走路真的走的，我没有，我乱子。谢谢奶油杯口，你好斗志，哇，好大一个，我的斗志出现一个孔了。孔是什么？受伤了，就斗志孔。这个就是了吗？那可以边走边吃吗？可以吗？不吃。走。哇！真的吃不去啊！吃不去。Bagel， OK， 第二奶油 Bagel， 老板。哎，奶油贝果来一个，贝果贝果 ，OK。这一定要接什么呢？贝果。哎，就这样，我捡到的是客人的，他怎么弄？这是客人的，这也不能这样。哎，这。这好像不太道德的事情。OK 的啦，这不太道德。我这个是啊，怎么分才能最公平呢？折对不对？不。好，来来，这个可以。赶快吃一吃，我们去敲锣，好不好？搞不好今天是赢的。嗯。嗯，我们边走边吃，可以这样，可以可以。哇。好，黄帝明，黄帝明，黄帝明，那什么？来，哎，可以啊，给你，给你，好。幸好我们赢了，厉害！今天的米酒，最后的惩罚是什么？啊！鲑鱼生鱼片，全部全部。可是拿成师傅，连筷子都下去了，连这个都下去。还要加一点水吗？等一下要骗他们说是胡萝卜汁，木瓜牛奶。快速快速！那你玩什么？让你玩的。我不会。管你。我是模仿被骗到的感觉。好了好了，等他们回来吧。哎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不会。哎，真的，哎。耶耶耶耶！
情我见到了你。我们也刚回来没多久啊，是吗？对啊。来不及了。真的吗？喂、今天要喝的是。过关了，过关了。喝这个打汁，这个。Impossible。是鲑鱼卷哦，哎，你叫个、oh、你叫个盖世英雄的这个、哦，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啊？你叫我盖世英雄，我游戏输了局，小心哦，被宰裤裆。我游戏输了啊！我告诉你、啊，我游戏输了错。说好不喝这个烂东西，你是我心中的唯一。好，那上一张啊、哦，上一张啊，人家是花瓶错，花瓶错，好，喝错喝吧，倒下来，好可怕哦。倒小杯一点哦，不然你会被歹徒打哦。这个是不是鲑鱼汁啊？让我们，我帮王力宏喝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干嘛？我站在这里，你直接就我帮王力宏喝，对啊，那我算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挡住他，我比你高一个头。哦，你一半我一半，好好，为什么？你一半我一半，哎哎，我一半你一半啊、哦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祝方便大卖啊，也祝齐杰尔快乐，万事顺心啊，艺能界的工作来越来越厉害。龙美文，赶快找到如意郎君啊！真的好好好，疯了，好好好，好，嗯，哦，来，在这里要再次谢谢王力宏、还有徐杰尔，还有我们林立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谢谢他们来祝福我们节目收视长虹，持续的。